可能就是因为持续每天做一样的事情，然后不要去在乎一些结果，然后就尽量去做一些自己能掌控的事情，然后去做改变这样子。那可那当下那一天是指的状况很好，然后就只是需要一些，一些什么？不知道，就是当下那天状况很好，然后就是持续希望就是可以跟一天比一天还要好，像有没有觉得压力释放那种感觉？还是都正常？都一样，正常没事。球队给我什么任务，我就尽全力去做，然后做到最好的自己。对。好，那我讲各自事情吧。庆幸现在很高啊，就只是需要一些时间去磨练而已，对吧、啊？就算最近就打不出来，就只是也没有想太多啊，对吧、啊？其实也不多啊，就尽量就是球队给我出赛，我就尽量为球队贡献，对吧、啊？当然很开心，因为这是棒球人生最高殿堂，所以在这里是非常开心的，对吧、啊？